东北的黑糯玉米，满满的花青素，黏黏糯糯，嗯，贼有咬，它不老也不嫩，口感刚刚好，都是真空袋子独立包装的，每根不小于250克。嗯，黑糯玉米相对黄的，跟白糯玉米相比较来说，它富含花青素，尤其是女性一定要多吃这个。正常黑糯玉米这口感没有白的跟黄的口感那么好，但这款真的很好吃。配料表就糯玉米跟水啊，没有科技。咱家这不是那种什么染色的糯玉米啊，不是。北纬42度的馈赠，满满的大自然的味道。黑玉米库存不多，然后你们赶上就存吧，很好吃。这个品质，这个价格，你们一定要尝尝。